高音要是出杂音哈，就是太重了。哦，就要唱高音的时候，唱高音的时候也要收声收气。你要到三把位了以后啊，如果有杂音，就是太大力，这个力量太大。这个要用力，这个要用力呢，这个要轻松了。哦，这个要哎，要用力。一到高音的时候，它弦很紧，你不用力它就虚了，就泛音，就变成泛滥的泛。这个要松，右手要轻，左手要紧。对啊，那多少次？你看，一用力就变成杀鸡了。右手要松，左手要紧，这就好听了。对，左手要重一点。哎，对，你看看，教对了，对了，谢谢那个诸葛亮扇扇子啊，扇那个鹅毛扇，这样。哇，你真的太轻，你不要给你压力才怪。我告诉你，这一辈子娶个好媳妇有好工作，太轻松了。这次让你压力，压力。哎，老师这样的话，那我前两首歌曲的话，当然我现在不是啊，但是是不是我看老师给我指点一下，看看我大看看，真的，看看真的哪个地方，来来吧，哪个地方哈、哦、要改进。好，好不好看？你有兴趣了？我发现这种心情。哎，你这个全是依然是个民族英雄了，啊，一个72岁的人绕着雪山隧道来台北巡师，真的是感动人。你们依然有多少退休的这些职员，对不对？变成一个教师团队了，你回去教他们，对不对？你说难不难？一点都难。价格，你看我这粮票比你大多少？不老吧，年轻人。哦，我还能近视。从今天起你是年轻人啊！进来，进到这儿。对，你拉我就能知道，我这有名了。往上一点，一直。对。好，回来，走了啊。
靠虎口在家里，所以拉着往下沉。我们要靠这个一楼、二楼、三楼站。你现在靠这个，它拉着就跑下来了，因为你不能用，不是靠它控制，是我这样，就是不拉起我永远一把楼、二把楼、三把楼，是靠这个地方，这是电梯，你坐错地方，你是靠这个家里，所以拉着就下来了，是这儿控制，看这里，是这里控制。对了，是这个地方控制，不要靠虎口这控制，所以你拉越拉越高，就把位越来越往下，不能靠这儿吧，是靠这里，这个地方。是控制一把位、两把位的这个，这就叫把位在这儿。虽然这个地方是准星，但是提秤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提秤的一条线在这儿。哎，你要靠这个力量啊，把位在这儿，所以拉会偏高了，差不多被你锁在前面，知道吧？好，而且这个地方太平，能不能把这个地方松下来？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松呢？是因为你靠这个是这个地方用力了，虎口是不能用力的。对。它是传动轴，发动机在这儿，指示它在这儿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变成这种，这种流线型的。你这样才平，你这样才平。你现在今天最大的进步，这个琴终于可以离开你了。原来好奇好，这个琴很贵，这样30万也涨了，要最起码要过了，这样子。现在原来太近，现在好了，这个距离很舒服了。现在就稍微把这个左手变成这个蒙古包，你现在是平的。赵朝1000多年了，为什么它不塌？因为它拱得很好。你再踩一下，你如果平了它就塌了。这个地方要有这个力量在这儿，看。而且现在慢慢发现你在揉弦了。你现在全台湾就你一个揉弦是对的，你是用手背在揉。他们都是用，你看到网上没有？看他们都这样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错的，这个没有力量。那老师，那个揉弦的声音跟我欧洲这个声音怎么差？频率还不够快啊！你的这个动的这个，我是1秒钟10下，你1秒钟可能只有2下。那我就这个琴，就是这，只是你在加它，你当然懂，我也懂。你看我不动，你看我手动，琴不动嘛。你把子弹打出去，不能把琴弄出去吗？这个琴不能动，你看我再等，你看那琴能动吗？你加了它，当然还能动。你虎口不能加它，还是加，还是有加。琴也将近2公斤重，这个地方有指挥垫，它不会动的，不会动的。对，是因为你的手背骚扰到它了。现在对了，但是你看你是从这一下在动，对了，这个不能脱节，是放松就对了。但是它不是主动。我是跟着晃动很厉害。好着，你从来没有揉过弦，你这抖音从来没抖音，一定有这个故障。你说你还是不放心，哎呀，会不会掉下来？你夹着它，不需要夹它。你将来我教你拉空山鸟语，空山鸟语呢，根本不能加，一加这个琴跑了。你看，你空山鸟语那个琴一定要放松，不放松琴就跑了，拉不了了，乐器跑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这就好了，你松开它。你现在这个地方还粘，那你还是松开了，你还粘。你看我手能不能做到手动，琴不动？看，手动琴不动了。但是其他不能倒，就扶着他，扶着他。小孩子一会走路，你小心的别跌倒，对吧？慢慢来，别忙。